到2000多里，似你这般走法，我说几时才能走到啊？小人前日刚挨了棍棒，现下棒伤发了，二位多多担待。我说慢就慢吧，怪可怜的。慢，他犯了罪就由不得他。你怎么问的？犯罪。如此的糟人，我说你快走。你林教头，来来来，我拉你一把。来来来来。石头后面好像有人。啊，有人在哪里呢？就在石头后面，上火口那儿。嗨，你没做亏心事，你疑惑什么鬼呀？是有声音啊。嗨，走快走。二位断工辛苦了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请。进来吧。歇着吧。主人家，有劳安排些酒饭来。小人竹林客店，从不收过路囚犯的过头银钱。这，给，多打些好酒来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哪里好让空空作废呀？林教头，林教头，由他去啊！林教头，使不得呀！你也该歇息了啊！这使不得呀！好，拿来，多备些好酒好菜啊！这是去吧。喝，好，再来一碗。我实在忍不得了，一醉解千愁嘛。不，酒又快解乏，不饮了，不饮了。教头，不饮了，再饮最后一碗。再饮最后一碗。来。明日便到野竹林了，要早起。他可是浑身武艺十分了得啊！老办法，任凭他英雄豪杰。不，
林教头，林教头，段公，你也洗洗脚，再歇歇吧。啊，这，这如何使得？林教头，我替你洗。段公，使不得呀。段公，我替你洗。都是路上人，何必计较这么许多嘛？段公，来，使不得呀。段公，我替你洗。段公，使不得。段公，就让他洗。段公，这，段公，段公，客官，那我们住哪儿？店长，我们住哪儿？来，那边。好，走，东西拿来。那边给我过来。来，请到那边坐，请到这边坐。不拿的吗？快点。好，哎呦，累死了。哎，店长，好，走，这里给您去了。来，明日给他双新鞋穿。哎。上下可怜我这双脚，满是燎泡。你走便快走，不走，大棒可不饶人。二位段公，小人岂敢怠慢，只是这双脚疼得实在走不动。哎呦，教头，来，我扶你走啊。师兄，哎。师兄，来，师兄，我说咱们前面林子里歇息歇息吧。哎，你看教头也累了，起身太早。我也困倦了。哎，好。就这儿，来歇会儿来，歇。走一步等一步，走得我也困倦起来了。哎，林教头，你先在这歇歇。咱们也睡一会儿。
别把你捆上，我们要是睡着了，你跑了怎么办？小人是条好汉，既然冤枉官司都吃完了，一世也不会走的。那也不行。教头，教头，胡乱的捆捆，让他这个多心人放心啊。那请便来。回去的也快些，嘿嘿。苍天哪！我林冲竟然落到如此地步。我说林教头，休要怪我们兄弟两个，上司差遣，身不由己呀。对，记住，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，坟茔就在这野猪林。二位端公，我与你二位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帮那高俅加害于我？倘若救得小人性命，生死不忘。废话，如今就是你亲爹亲妈也救不了你了。呸呸。我有话说呀，兄长，兄长，非干他俩的事，竟是高俅指使陆虞侯吩咐他俩所为呀。高俅老贼蛇血心肠，这两个狗头和他一样黑了心肝，今日洒家杀了他们，与你远走高飞。什么？兄长，饶命啊！兄长，饶命啊！哎呀，教头饶命！教头饶命！哎，班长，杀不得！啊，兄弟！哎呀，兄弟，兄弟！兄长，杀不得呀！来。兄长，杀不得呀！那边，来，坐。杀了这两个黑了心的猪狗，论罪洒家毙命。兄长，杀不得！兄长，杀不得！杀不得呀！倘若杀了，小弟问斩是小，可我怎忍心连累待我恩重如山的泰山张教头，又如何让苦苦等我团聚的真娘为我招来杀身之祸呀？嗨，难道就让高俅骑在脖子上拉屎不成？兄长，
林冲八望苦熬几载，与家人团聚，且请兄长息怒，成全小弟心愿吧。兄弟，这洒家见不得眼泪。这好，不杀了。谢兄长。好戏。不看在兄弟面上，洒家定要把你们剁成肉酱。是谢师傅，谢师傅，谢师傅的救命恩，夺走什么？谢师傅，解套啊！是，感谢林教头大恩大德啊，就是九泉之下也忘不了哟。啰嗦什么？开枪！兄长，切不可开枪。啊，沧州要验封条的，这不能开家呀。不开，去。是。兄弟。兄长，如何到的此地？唉，兄弟，自买刀分别之后，洒家游的你好苦啊。自你吃官司，又无法救你，在开封府衙门前见酒保请那两个狗头说话，洒家放心不下，暗中一路随你而来。兄长，救命之恩如何报答？嗨，自家兄弟不说两家话。兄弟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是，走。走走。林教头，咱们走吧。林教头，走吧。嗯，我们搀着，搀着，背上，使不得，背上，使不得呀，我背，我来吧，哎，教头，来，好，哎，这些东西，走，我都拿着，我拿着啊，快走，是，进去，给他。兄弟，吃这个。好，吃啊。二位端公，请坐。二位端公，请喝酒。不敢，请喝酒。不敢。喝。喝。师父真是仗义豪杰呀、啊！那是。不敢拜问师父在哪个寺里主持啊？是啊。你两个狗头问洒家住处做什么？没什么。莫不是要告诉高俅奈何洒家？不！哼！别人怕他，洒家不怕。要撞见那老儿，叫他吃洒家三脉禅杖。兄长，二位莫慌，二位莫慌。兄长，不知你今后投向哪里？兄弟，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。洒家放心不下，直送你到沧州。兄长。师父请，师父请。是。
哎，兄长，我下车走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站下。兄弟，脚不疼了？不疼了，钱好了。嗯，多蒙兄长一路照顾啊。啊，休说这话。哎，咱们俩让这胖和尚监押着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轻饶不了咱们俩呀。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哎，哎，有了！哦，我听说大相国寺里来了个看菜园子的，叫鲁智深，想必是他。哦，哎，回去便是说，咱们要结果林冲，叫这个胖和尚给救了，让陆谦找这个胖和尚算账。对，酒家，来，此处离沧州还有多远？还有70里。哦，前面都有人家了吧？有。无僻静处了。好。酒来了。兄弟，洒家已打听实了，此去沧州不远，路上都有了人家，无僻静之处。哦，今日和你分手，洒家即刻回去替你探望亲眷，让他们安心等你。兄长，来。这碗水酒就算给兄弟践行吧。兄长，防护之恩，林冲不死，当以厚报。嗨，兄弟的苦就是洒家的苦吗？兄长，来，喝。给。啊，不，兄长，拿着。兄长，小弟还有盘缠。嗨，路上好用。兄长，这是不跟着仗义啊。是仗义。你两狗头听着，洒家本要砍了你们的脑袋。哎呦，看在兄弟的面上饶了你们。谢师父，如今没有多少路程，休生歹意。不敢。师父，都是太尉差遣，不敢违抗啊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是。你们两个过来。是，来了。师父，有何吩咐啊？你们两个头硬在这儿住吗？小人的头是皮包着骨头啊。是。如有歹意，你们的头如他一般。不敢。给。拿着。这银子。兄弟，路途不远了，多多保重。兄长保重。你不能回京城去了，今日你救了小弟性命，高太尉早晚会得知，定会加害于你，恐怕和尚是做不得了，都是小弟我连累了兄长。兄弟，
兄弟放心，洒家替你探家之后，如若京城难以立足，洒家就四海为家。天地大着呢，总有一天洒家要遇上那高俅老贼，定要和他算总账。兄弟多多保重，兄长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请问老哥，此地可是柴大官人庄院？你没福啊，大官人今早出猎去了，至今未归，说不定今夜在东庄歇息了。哦，如此说来是我没福啊，不得相遇。打搅了，打搅了。回来了，大官人回来了。这位带家的是何人？小人是禁军教头，姓林，名冲，刺配沧州，特来拜见柴大官人。哦，柴进有失营养，林冲有礼。小可久闻教头大名，不期今日来他见地，足称平生可养之愿。微见林冲，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宇，不想今日因得罪犯，流配到此，才得识尊严，这乃素身万幸啊。教头何以至此？为因与那高太尉父子结下冤仇，才有开封府问罪，断遣刺配到沧州。哼，哪个不知那高太尉父子的为人，想必又是一桩冤案。快请进庄。请请请请，大官人。多谢，请坐。大官人，请坐。好好好。启禀大官人，洪教师回来了。哦，快请洪教师来作陪。是，再抬一张桌来。是，快上。哦，大官人，今日何故要厚礼管待沛君？师父快来见过，这位非比寻常，乃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，林武师。小人林冲，拜见洪教师。洪教师，请坐。嗯。哦，林教头，请这边坐。多谢大官人。他可是东京有名的枪棒教师。他既是东京的枪棒教师，敢和我使一棒吗？他若胜了，我才认他是真教头。哦，也好也好。来来来，枪棒教头，且和你使一棒看看啊。哈哈哈哈，洪教头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这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，这里又无他的对手，故而不知天高地厚。
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头的本事，望林武师休要推辞啊。行，哎，李商，小人献丑，大官人休要笑话。好，请，请。哎，嗯。看这教头，还跳什么？他凶起来的，肯定有两下子。师父请教。啊！嗯。请稍息。大官人，小人全当输了。林教头尚未使出本事，怎能算输啊？这小人只是多了这只行家。哎呀，都怪小可一时失了计较。这个好说。二位端公，哎，小可大胆，相烦二位下顾，权且把林教头的刑具开了如何？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物，都包在小可身上。来啊，在，快拿白银十两送于二位端公。是啊，哎，这个好说，哎，好说。师傅，你要当心呐，他摘了家，歇了靠，可就如虎添翼了。是啊，师傅，这算什么？请师傅赐教。哎，啊！哎，哎。哎，嘿，红教师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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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二位教师大厅用酒。洪教师，小人方才多有冒犯，万望洪教师恕罪。林教头武艺高强，为人仗义，佩服。不知如今洪教师去往何处？井底之蛙不如出外闯荡。承蒙大官人恩宠，小人告辞了。师父慢走。大官人，哦，大官人，大官人，
沧州大尹与小可甚好，牢城的管营差拨也与小可交厚。林教头带上这两封信，自会另眼相待。是。这带上。不不。好、哦，这些暂作各位零用。谢大官人。多谢。日后小可自会使人常送些衣物来与林教头。这叫小人如何报谢大官人啊？区区小事不足挂齿，日后教头有何疑难，尽可叫人带个口信。嗯，小人告辞了。请。